朴槿惠出道八年，2017年凭大力女子刀奉顺入面吻吻我吻吓一个迷倒各位少女。近日佢终于嚟到香港举行佢第一个个人粉丝见面会，奇运头条当然唔会错过呢个机会访问佢啦。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Raina 啊。咁其实我真系等咗呢个机会好耐啦，因为我估唔到竟然有机会访问新一代嘅国民男友朴槿惠。有请朴槿惠。안녕하세요。네안녕하세요。大家好，我是朴槿惠。네반갑습니다여러분。咁喺大力女子入面啊，你就系饰演一个游戏开发公司嘅社长。其实你本身打机劲唔劲咧？又中意玩啲咩类型嘅游戏咧？최근에는배틀그라운드라는게임을이제친구분들과같이하고있습니다、네、요즘에굉장히한국에서도핫한게임인데요전에는오버워치를했었다가지금은이제、네、배틀그라운드를좀많이하고있는것같아요咁既然你咁中意玩游戏啦，其实有冇谂过真系开翻一间游戏嘅开发公司咧？或者如果唔开游戏开发公司，你有冇对其他类型嘅公司有兴趣啊？제가만약에회사를설립한다면게임회사를만들고싶은생각은있어요네게임을좋아하는만큼많은분들이좋아하는또게임을만들수있지않을까라는네생각이듭니다굉장히생각만해도기분좋아지는질문이네요 회사를설립한다면와네咁喺剧集入面啊，咁刀奉顺系一个非常之大力嘅女仔。咁其实如果现实生活入面俾个机会你拥有超能力嘅话，你会想拥有啲咩超能力咧？저는어릴때부터그게있었어요그순간이동하는능력이있었으면좋겠다그래서항상스케줄할때도되게먼지방에촬영이있다거나이럴때그냥빨리가서쉬고빨리또끝나면다시집으로빨리오고싶고막그랬었었거든요그리고사실은모든분들이다여행을되게좋아하잖아요근데사실은여행을하기가굉장히쉽지않은일인데네그런순간이동능력이있다면내가가고싶은나라어디든갈수있지않을까라는그런네생각을했었죠咁喺剧集入面啦，你都有参与一部分，就系演唱咗佢哋嘅 OST《那个人是你》咁，你会可以喺度清唱一小段俾我哋嘅粉丝听下。갑자기눈을감아도비처럼스며든그사람이너라서그사람이너라서 네 아유 감사합니다今集就了解了槿惠的日常生活，他还大开金口清唱了剧集的 OST。 下一集槿惠将会公开他对爱情的各种看法，想知道的朋友必定要密切留意 K1 头条啦。진심이있다면네감동을줄수있지않을까요